一楼吃早餐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我们现在在上海这里，今天马上就要上游轮了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住在这个希尔顿这个酒店里面。我昨天进这个电梯，找半天我找不到那个按钮怎么下去。现在我们先下去吃个早餐，然后那个黄哥跟关哥他们已经在下面了。等一下会在下面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老朋友、熟人。两位都要咖啡吗？你在哪？这个不好吃，但是有这里的挺好，因为有一个给我烤过一次，特别好吃。算了，没有人帮我烤，我也不会烤，我不会烤。老飞，你想？先拿东西吧，走。哇，你看主任，点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开什么玩笑，一个早餐而已，怎么可能吃得完？我都是金菜，就是很多外国人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有这种搭配用，你们看到吗？有啊，我也有啊。有吗？我也拿了一。哎，我不是拿了一罐吗？不敢拿多，等一下万一不好吃怎么办？对。嗯，明白。这个酒店的早餐不错。黄哥在后面。看到了。还可以。怎么？你要好。真的吗？好好，拉你的都没饭吃。哦，对，晚上几点睡的？昨晚12点多吧。我发了5个视频我才睡吗？我这么不命，那么不命，太狠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是定时，就是8点1个、9点1个、10点1个、11点1个、12点1个，有定时给他这么定的。今天肯定没有时间，马上就要吃完了。没美颜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需要美颜，对呀，我长得就这样，不需要美颜。来，好，吃饱了，好嘞。二叔一大早在这里聊我啊。还在这里摇捧我，二叔，你这个胡子很性感哦。这个什么东西来的啊？这个是烤火鸡，到里面吹空调。我让你捡东西先。哦，这个东西好捡东西是吧？你在几楼？8楼。完了，我40楼上不去。这个车是不是大？好了，我跟二叔，你吃早餐没有？好，吃了早餐，在这里稍微坐一下。二叔今天很帅，还跟我穿上情侣装。哎呀，都是一样的哦，太好了。好，刚才我们在下面吃早餐的时候呢，遇到了很多很多好朋友了啊。我们镜头里面出现了好多啊，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咱们的这些自媒体作者的这些大咖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即将登船启航我们的游轮之旅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。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